我认为这里是整个山西最能够给人安全感的地方。满眼望过去，大大小小300多个坟头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谁，为了什么事情都葬在了这里。在不远处就是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关的雁门关，历史上那里发生了200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，这些人都是汉武帝的勇士们，都跟着卫青、霍去病、北击匈奴，他们都是英雄，他们保家卫国，为国家、为人民戍边在这里。为什么会葬在这里？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他可能来自于河南，他可能来自于山东，这边这个大哥可能就是山西本地人，他们都葬在了这里。我们欠这些勇士、这些英雄们一个关注，请给他们一点流量。现在就像你们追求的那样，我们长城内外无战事，百姓过得安稳踏实，和平是来之不易的，你们的付出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，都不会忘却你们的。今天老铁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看望各位，来，英雄们千古啊。